欢迎大家翻翻嚟我 Learn with Tom Lee A Level Mathematics A Level 数学嘅第四课。啊，呢一次将会系讲4.4节 summary exercise。我哋经过咗4.1、4.2、4.3节之后啦 ，binomial expansion 大家嘅理解应该相当丰富啦。咁呢一节最主要咧就系同大家一齐去做 exercise。我哋会做四条嘅，第一条咧。就同大家練習多啲點樣去做 binomial expansion 啦。第二條啦係一個考試題嚟嘅，第三條亦都係一條考試題啦，第四條啦更加係常出嘅一條考試題。呢一條唔係太複雜，不過就個步驟會比較多少少，所以大家做嘅時候咧要小心，尤其是啲正負號。大家要準備一啲嘅紙張啦，同我一齊去做呢幾個 exercise 啦。第四課 mix exercise。第一條分為兩 part 嘅，亦都分咗 A B C D E F G H， 有八題我哋要做嘅。一 ，find the binomial expansion up to and including the x cube terms， 我哋要做到 x 嘅三次方啦。第二 ，state the range of the values of x which the expansion is valid， 我哋要知道 x 嘅 range 令到我哋嗰個 binomial expansion 係 valid 可行嘅。咁第一條嘅 A 啦，就係一減俾四 x 嘅三次方，我哋可以即時 let n 咧係等於三，而 x 咧係等於負四 x， 跟住我哋就可以做 expansion 啦，所以一減四 x 嘅三次方啦，就會係等於一啦，加俾 n 乘 x 啦 ，n 就係三負四 x， 再加俾一。除比二嘅 factorial 啦，三三减一系二，跟住就系负四 x 嘅二次方，再加俾一除比三个 factorial 啦，乘比三乘二乘一，再乘比负 x 嘅三次方，然之后我哋乘翻入去，所以一呢个系负数，所以减十二个 x。二同埋二約咗呢個四嘅二次方就係十六，十六乘三咧就係四十八。不過正數因為負數，啊呢個係正數，原因就係負四 x 嘅 square 啦，就會係十六 x 嘅 square， 所以我哋就會有加四十八 x square， 再減俾啦，呢度照約翻曬出嚟啦，呢個六就約曬呢一個，就剩翻係四嘅三次方，即係六十四。但係正因為負應該係負數，因為負四嘅三次方啦，應該係負六十四，所以係負六十四 x 嘅三次方。我哋做咗第一條嘅 A part， 第一條嘅 B part 啦，我哋要做咧就係開方根十六加 x， 跟住咧我哋就會寫成啦，就係十六加 x 嘅二分一次方。我哋抽個十六出嚟啦，佢嘅二分一次方啦。裏面就剩翻一加俾 x 除十六嘅二分一次方，咁十六嘅二分一次方咧，亦即係等於四，四乘俾一加 x 除十六嘅二分一次方。我哋要將呢個做 binomial expansion， 我哋就 let 個 n 等於二分之一，而 x 咧係等於 x 除俾十六 expand 出去，記住呢個四咧係乘曬所有嘅 terms， 就一加俾二分之一啦 ，x 除十六啦，再加俾一除俾 factorial 二啦，二分之一啦，乘俾负二分之一，因为减一啦嘛，就乘俾 x 除十六嘅二次方，再加俾一除三个 factorial 啦，乘俾二分一，负二分一，负二分之三。x 除十六嘅三次方，約翻曬啲數，你會見到我哋有一加俾 x 除三十二咯，再減俾呢個係減咗，呢個係負數，所以減俾 x square 除俾二零四八啦，再加俾 x 嘅三次方除俾六五五三五，將個四乘曬入去，就係四加俾 x 除八啦。再減俾 x square 除五一二啦，再加俾 x 嘅三次方啦，除俾一六三八四，我哋就會計到第一條 B
part 啦。第一条嘅 C part 一除俾一减二 x， 我哋就可以写成一减二 x 嘅负一次方，即是我哋可以 let 个 n 等于负一啦，而 x 啦系等于负二 x， 将佢 expand 出嚟就会等于一啦，加俾负一啦，负二 x， 再加俾一除二嘅 factorial， 负一。负二，负二 x square， 再加俾一除三个 factorial， 负一、负二、负三，同埋负二 x 嘅三次方，将所有嘅 term 乘埋落去，然之后约数就会得到一加俾二 x， 再加俾四 x square， 再加俾八 x 嘅三次方。你照代翻一，呢啲全部約曬啦。呢、这個就係八 x 嘅三次方，所以我又得到一加俾二 x， 再加四 x square， 再加八 x， 第 C 嘅答案。跟住 D 呢一條啦，就係四除俾二加三 x， 亦即係等於啦，係四乘俾二加三 x 嘅負一次方，亦即係等於四啦。呢裏面就抽個二出嚟啦，就二嘅負一次方啦。呢、这個就係一加俾三 x 除二嘅負一次方。咁二嘅負一次方啦，即係二分之一，四除俾二即係二啦，就會係一加俾三 x 嘅負一次方。我哋就 let n 等於負一啦，而 x 等於三 x 除俾二。將佢 expand 出嚟，但係冇唔記得個二係要乘曬所有嘅 terms 嘅，咁呢個係一啦，再加俾負一乘三 x 除二啦，再加俾一除俾二嘅 factorial 負一負二乘三 x 除二嘅二次方，再加俾一除三個 factorial 負一負二負三。乘 3x 除2的三次方，所有的 term 都要乘比2，那就将我2暂时摆出来先，我们将里面的 terms 一路约减去先，所以就是1加比 3x 除2，这个是变减了，这个是负数，所以1减比 3x 除2，加比 9x 除比4，再减，这个是减加减加，如此类推，減比 27x 三次方除比8，最後當然我們要乘埋個2入去，就會是2減比 3x 加比9除2嘅 x square， 再減比 27x 三次方除比4。跟住第一條嘅 E part 就是4除比開方根4減 x， 就是等於4啦，乘比4减 x 嘅负二分之一次方，就系等于四乘比，将呢个四抽出嚟，四嘅负二分之一次方啦，就系一减 x 除四嘅负二分之一次方，抽晒出嚟之后啦，你会发觉四嘅二负二分之一次方即系一除比二，咁呢个就系四除比二。就變咗係二喺出邊，就係一減俾 x 除四嘅負二分之一次方。有咗呢一條式之後，我哋就可以 let n 等於負二分之一啦，而 x 啦係等於 x 除四，不過記得個負數係負 x 除四。跟住將個二冇理佢啦，裏邊再 expand 出嚟就係一啦，就加俾啦 n 就係負二分之一啦。跟住就係負 x 除四啦，再加俾一除二嘅 factorial 負二分之一，負二分之三乘俾負 x 除四嘅 square， 再加俾一除三個 factorial 負二分之一，負二分之三同埋負五 over 二。乘比 x 減除4是負數的三次方，一路加下去，
我哋將裏邊係 simplify 咗先，我哋就會有一啦，就加俾 x 除八啦，呢個係負負得正，所以係正數，所以加俾 x 除八啦，再加俾三 x square 除俾128啦，再加俾五 x 三次方啦，除俾1024。記住成個二喺出邊，所以呢個二加俾 x 除四。再加俾 3x square 除64，再加俾 5x 三次方除俾512，呢個就係 E part 嘅答案。Okay， 跟住落嚟，我哋再睇埋 F， 題目就係1加 x 除俾1加 3x。咁呢個我哋要做partial fraction。咁我做 partial fraction， 不如我哋直接啦，係做個 long division 先。咁個 long division 啦，我哋就將個一加 x 啦，係除俾一加三 x。咁除俾一加三 x 嘅時候，我哋就乘翻三分一。所以我哋乘翻三分一落個 x， 呢個就變咗 x， 所以呢度咧就會變咗係三分之一啦。加俾 x， 然之後將佢減。咁當我將佢減嘅時候，個 x 咧就唔見咗，呢度剩翻咧就係三分之二。你係三分一，剩翻係三分之二，就會係等於三分之一啦。就係上高呢一個，剩翻個餘數咧就係二除俾三，所以就係加俾二除俾三嘅一加三 x。我哋可以寫成三分之一啦，加俾三分之二啦，就係一加三 x 嘅負一次方。咁既然係知道係負一次方，我哋就會 let 個 n 等於負一啦，而 x 咧係等於三 x， 我哋就可以將呢嚿嘢 expand 啦。第一個將三分一個 constant 我哋寫咗出嚟啦，就加俾三分之二啦。就將裏面呢嚿嘢做一個 binomial expansion， 咁 expand 出嚟就會係一啦，係加俾負一，然之後呢度係三 x 啦，再加俾一除二嘅 factorial， 負一負二，乘俾三 x 嘅二次方啦，再加俾一除三個 factorial， 負一負二負三，乘俾三 x 三次方，一路加落去啦。如此類推，三分一照寫翻啦。咁呢個係三分二喺出邊照寫翻出嚟先，跟住裏邊我哋將佢 simplify， 我哋就會有一減三 x。嗱，記住呢個係減數嚟嘅，咁我哋就會有一減三 x 加九 x 嘅二次方減27 x 嘅三次方，剩翻曬落去，咁所以就係加俾啦，三分之二啦，減俾二 x， 加俾六 x square。呢、这個照乘落去啊，加俾六 x 呢個照乘翻入去，就係減俾十八 x 三次方，三分一加三分之二就係一減二 x 加六 x 嘅 square 減俾十八 x 嘅三次方啊，一 g 啦，一加 x 除俾一減 x 嘅二次方，我哋點樣做個 binomial expansion 就係等於啦一加 x。嘅二次方啦，除俾一減 x 嘅二次方，我哋將佢所有乘曬入去先。咁上高咧就係一加二 x 加 x square 咯，下低咧就係一減二 x 加 x square 咯。咁我哋將所有 x square 嘅 term 擺最前先，咁就會係 x 嘅 square 啦，加二 x 加一啦，呢個就係 x square 減二 x 加一。然後我哋做個 long division， 就係 x square 加 2x 加一除俾 x square 減 2x 加一。咁既然咁樣嘅時候啦，呢、这個就係 x square 乘一就變咗 x square， 我哋就會有 x square 減 2x 加一。然後將佢相減，呢、这個冇咗，呢、这個冇咗，剩翻就係 4x。我哋可以將呢嚿嘢變成一。加俾 4x 除俾呢一個 x square 減 2x 加一，所以成嚿咧就係等於一加俾 4x 除俾 x square 減 2x 加一，亦即係等於一
加俾 4x 除俾一減 x 嘅 square。咁只要我哋將後面呢嚿嘢做 partial fraction， 然之後喺呢個 partial fraction 裏面再做個 binomial expansion， 咁我將後面呢嚿嘢做 partial fraction 先，咁 4x 除俾一減 x square 係等於 a 除俾一減 x 加俾 b 除俾一減 x 嘅 square。如果大家不記得啲 partial fraction 點做，睇翻我第一課教你嘅，就應該知道點做啦。然之後我哋將佢通分母啦，通咗分母之後就上高就係 a 乘俾一減 x 啦，加俾 b 呢個 term， 下低就除俾一減 x 嘅 square。我哋知道咗 4x 啦係等於 a 乘俾一減 x 加俾 b， 亦即係 4x 啦係等於 a 減 ax。加 b， 行呢条升，我哋知道负 a 就等于四，负 a 等于四，亦即系 a 等于负四。跟住你会睇到个 coefficient without x 啦，就会系 a 加 b， 所以我哋知道 a 加 b 啦系等于零，所以 b 啦系等于负 a，b 啦系等于四 ，a 等于负四 ，b 等于四，呢条式我哋就可以写成负四。一減 x 再加俾四一減 x 嘅 square 啊，記得嚇呢、這個只係等於呢一個啫，前面嗰個一千祈唔好忘記啊！我係攞第二張紙再繼續做埋呢條落去啦。首先我哋做咗呢 part 負四一減 x 嘅負一次方，就呢、這個負四一減 x 嘅負一次方，就喺呢一度啦，我哋就可以 let n 啦係等於負一 x 等於負 x。叻咗呢兩個 term 先，然之後代翻入去負四就寫出嚟先。咁呢個就係一加俾負一負 x， 再加俾一除二嘅 factorial 負一負二負 x 嘅二次方，再加俾一除三嘅 factorial 負一負二負三嘅負 x 嘅三次方。再加落去，因為我哋去到第三個 term， 所以唔需要再加啦。呢度就係負四啦，跟住 simplify 佢，就會一加俾 x 加俾 x square 加俾 x 嘅三次方，乘曬入去就係負四負四 x 負四 x square 負四 x 嘅三次方。咁就做咗第一 part 先。咁第二 part 啦，我哋要計嘅咧就係四乘俾一減 x 嘅負二次方。亦即係四啦，乘俾個 expansion 出嚟嘅時候，我哋就 let 個 n 啦係等於負二啦，而 x 係等於負 x， 同上高差唔多，同埋上高係負一，呢個係負二。expand 咗出嚟，我哋就會有一加俾負二負 x 啦，再加俾一除俾二嘅 factorial 負二負三負 x 嘅 square 啦。再加俾一除三個 factorial， 負一、負二、負三同埋負四嘅負 x 三次方，將佢 simplify 做係一加俾二 x 加俾三 x square 加俾四 x 三次方，然之後咧乘埋個四入去，就係四加俾八 x。再加俾十二 x square， 再加俾十六 x 嘅三次方。我將呢條式寫翻曬出嚟，就會有一減俾四除俾一減 x， 加俾四除俾一加 x 嘅二次方，就會係等於一加俾後邊呢一節。咁呢個加呢、這個，因為負四同埋四，所以有負四加四，第一個 terms。再加俾第二個 term 負四同埋八負四正八 x， 第三個 term 負四加十二加俾負四加十二 x square， 第三個第四個 term 負四十六加俾負四加十六 x 嘅三次方，呢個一加俾。這個會是零啦，
呢個會係 4x 啦，呢個會係 8x 啦，呢個會係 12x 三次方，再零加俾 4x 加俾 8x square， 再加俾 12x 嘅三次方，加曬落去就係一加俾 4x 加俾 8x square 加俾 12x 嘅三次方。一 h 就係 x 減三啦，除俾一減 x 同埋一減二 x 呢一條嘅做法亦都係一樣，我哋要做 partial fraction 就會將佢等於 a 除俾一減 x 啦，加俾 b 除俾一減二 x。而家我哋揾咗個 a 同埋個 b 先，將佢做通分母，將佢乘埋一齊，就係 a 乘俾一減二 x 加俾 b 乘俾一減 x。除比一減 x， 一減二 x。Therefore， 分子就同分子應該要相等，即係 x 減三啦，就會等於 a 乘比一減二 x， 加比 b 乘比一減 x。首先我哋叻個 x 啦，係等於一先，咁呢個 b term 就唔見咗 ，x 等於一。當 x 等於一啦，呢個就係一減三啦。個 b term 唔見咗，呢個係一啦，所以就係 a 加俾一減二，呢度就會等於一減二係負一啦，所以係負 a 等於負二 ，a 就等於二。我哋叻個 x 等於二分之一啦，抌入去呢個 term 就會唔見咗，所以我又會剩翻啦，就係二分之一減三啦。咁 b 就係一減二分一就係二分一，二分之一個 b 啦就等於呢一個，所以 b 咧就係等於負五。咁結果啦。做咗 partial fraction 啦，就係 x 減三除俾一減 x， 一減二 x 就會係等於二除俾一減 x， 減俾五除俾一減二 x， 亦即係等於啦二一減 x 嘅負一次方，減俾五乘俾一減二 x 嘅負一次方。既然我哋有咗呢兩個 terms 嘅時候啦，我哋可以將呢兩個 terms 去做呢一個嘅 binomial expansion。我哋繼續翻 h 嗰度 binomial expansion， 我哋有第一個 term 就係二乘俾一減 x 嘅負一次方咯，即係呢個嚟嘅。我哋計咗呢個先，跟住再計翻個五乘俾一減二 x 嘅負一次方。呢度啦，我哋就可以 let 個 n 啦。是等於負一啦，而 x 是等於負 x， 所以這裡就會是等於啦，二乘出來啦，這是一加比負一負 x， 再加比一除二的 factorial， 負一負二和負 x 的 square， 第三個 term 就是一除比三個 factorial， 負一負二負三，跟住就係負 x 嘅三次方，再做落去就會係一啦。呢度係加數啊，咁變咗係加 x， 再加 x square， 再加 x 嘅三次方，乘個二入去就係二加二 x 加二 x 二次方加二 x 嘅三次方。我哋做咗第一 part， 第二 part 嘅時候我哋就做五乘俾一減二 x 嘅負一次方。我哋叻個 n 啦，係等於負一啦，而 x 啦係等於負二 x， 做一個 expansion， 五冇嚟啦，咁啊裏邊做 expansion 就係一加俾負一負二 x 嘅 square， 再加俾一除俾二嘅 factorial， 負一乘負二，跟住就係負二 x 嘅二次方。搞錯了，呢度應該是一次方嘅啫，跟住再加俾一除俾三個 factorial， 負一、負二、負三，呢度係負二 x 嘅三次方，再加落去啦。OK， 唔喺出邊啦，咁裏邊我哋約簡佢就會係一加二 x 加四 x square 加八 x 三次方，乘個五入去就會係五。加俾十 x， 加俾二十 x square， 加俾四十 x 嘅三次方，跟住我哋将呢条式写翻晒出嚟，
所以就係上高呢個減呢、這個就會係二一減 x 嘅負一減五乘俾一減二 x 嘅負一，就會係等於呢個 terms 二減俾五，所以就係二減俾五。跟住第二個 term 二減俾十加俾二減十 x。第三個 terms 二減二十加俾二減二十個 x 二次方。第四個 term 二減四十加俾二減四十 x 嘅三次方，亦即係等於負三負八 x 負十八 x 嘅負三十八 x 嘅三次方。呢、這個就係一 h 嘅答案。所以經過咗1A 至到 1H 之後，大家應該很熟悉 Parcel Fashion 同埋 Binomial Expansion 啦。因為呢個 video 太長啦，所以第二條、第三條同埋第四條嘅 exercise， 我將會喺下一個 video 先至教大家啦。Muchas gracias.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y tutorial videos. And if you need a private tutor for you to get a better mark or better score in your DSE examination in Hong Kong.The SAT examination, or just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for you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y, please contact me at qingtong929@yahoo.com.hk. My telephone number is +18526592860 9. 好多谢大家收听我呢个 video。如果你希望你个 mathematics 同埋你个英文系更加好嘅话咧，你想要一个 private tutor 啦。你可以隨時 contact 我嘅，令到你個 DSE exam 啦，或者你想考 SAT 啦，你亦都可以 contact 我，因為我都有一啲私人嘅補習喺呢一兩方面嘅。多謝大家 ，thank you， 拜拜 ，muchas gracias。